哎，今天我一定要把工资要回来，气上我的小魔头，走，掏钱！奥特曼，把我的工资给我结了！咦，还故意把房子给我打烂了，你不要我过去？耶，你来还把路给我烤断？咦，老子怕你哦！嘿，老子摸到上面的翅膀呢！嗨，别生，加命去奥特曼，闪耀登场！老板，我那4000块钱要拖到好久哦，拖了你妈一年了！你慌锤子，先帮我把那怪兽弄死，弄死了我再给你发钱。你说二哦，我火二。来吧，先跟我一路拯救地球。就你们两个还想拯救地球？我怕是吃多了粑粑肠哦。咦，老板，他在嘲笑我们？哦，没有，他在嘲笑你。老板，让他发激光炮的时候，你挡一下，我从高头飞过去弄他。要得。嗨，天外飞仙。嗨，我是给你买脑壳。哎呦，胳膊都烤断了。你们踩死你狗子的！哎呦，老板救我！哎呀，不好意思，没接到。哎呦，你故意的，大家都是心口之痛。看招，奥特曼车车刀！嘿嘿，帅！哎呀，糟了，没电的了。包工头，你去抓他龟儿脚。要得，老板。哎，宇宙无敌，香港脚，臭死你狗子的！手气光波，老哥给你抓个。嘿嘿。哎呦啊，老子要告你们两个欺负怪兽。嘿，老板，怪兽打死了，你还该帮我把工资结了噻？结工资啊？加工资？嘿，你是嘛刚刚说的嘛？跟你一起拯救地球，都把工资发了，你是嘛要来账哦？来账了嘛？一皮鞋打我噻！咦，人不要脸，天下无敌，老子今天要为民除害，抓死那个龟儿！看招，宇宙无敌，香港脚，给你龟儿拧出头！哎呦啊，痛！